我们是那村的那个苹果人，他的一个是。三年后。今天我没吃饭，我很饿。什么呢？我吃饱了，休息了，我不喜欢他们。一年之后，我已经三天没吃饭，我好饿，我没有力气。国王，你不吃就饿死了。你要给他们吃，不然谁会保护祖国？你很讨厌，我真不喜欢。去娶我。